送来医院，那男人居然跟我说关他屁事儿啊！真的假的？太可怜了吧！路上，你这么晚不怕你老婆吃醋啊？都这时候了，还想哭？谁不知道路上的老婆是个大舔狗呀？当初死缠烂打才嫁给路上的。我知道，我知道，还是余家大小姐呢，这么没脸没皮的。余氏家大小姐，你还不吃完了？你可乖乖回到路上身边，继续当大舔狗了。没错。阿秀，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真心？身体？什么所谓的老公，他居然打电话给我说他自己没空。你说你这恋爱脑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啊？他喜欢的不是你，是你那个什么季姐王婉婉。我知道你喜欢他，你不是答应我一次，我真的答应我一次。婉婉，你看我刚才的心里是怎么？第一天都没有跟他吃过饭。什么？不是我刚才说的。老公。我哪个老公？面子还是王鹤棣啊？我哪个老公？吴彦祖还是王鹤棣啊？啊啊什么？怎么吴彦祖他不肯来接我？是那个陆承修啊。陆承修？嗯，他怎么了？首富地位不保啦？还是说陆氏集团倒闭了？难道是他跟我的季姐王婉婉？恋恋情深了，哎呀，难道他们俩真结婚了？他是结婚了，但是是和你妹妹。什么？跟我？你别开玩笑了，真的？还是你把他俩彻底舔下了？哼，差一告诉你一个。陆承修除了脸之外一无是处，我怎么会跟这种渣男结婚？苍天啊，他真那么结婚了？三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王婉婉不是他的白月光吗？哟，还真自己出院了。车祸都不去看你，这下知道陆少根本不爱你了吧？你是谁啊？陆少说我是他最爱的女人，等跟你这个贱人离婚，你娶我，这我信。你们两个王八配绿豆，还真是天作之合。像我这样有文化的优雅大小姐，肯定也用不了你们的时间。你就嘴硬吧，反正啊，我怀孕了，陆少的。看着怎么办吧。天哪，恭喜你啊！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说十遍也行，我怀孕了，陆少。喂，不会又搞绝背心那套吧？苦肉计啊！都搞这么多回了，陆少压根就没看过你。你就是来，没关系，是我已经写好了。你的陆少呢是过错方，要净身出户，我已经签好了。你拿给他看看。三年前寻死觅活的要嫁，现在跟我说离婚。陆总，夫人应该是吃醋了。王婉小姐要回国了，夫人应该是得到消息了。
他有什么资格吃醋啊？那今天的慈善宴会邀请了您和夫人，您还去吗？去啊，当然要去。嗯，你终于回来参加这种应酬了。之前你总说陆承修不喜欢自己老婆抛头露面，已经深深在家憋了好久。我，嗯，陆承修，家里蹲啊，那不成肉是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我跟你讲，你恋爱脑这几年，你爸还有你那个后妈都要把于氏变成王氏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脸。当初要不是他们两个背着你妈妈勾结，气死了你妈。来得及，他们从我们家拿的、抢的，都得给我一个一个的吐出来。你车祸这几天，他们都没来看我，你真没良心。哎，你不会又要去原谅他吧？陆承修先生，离婚协议你看了吗？有什么异议吗？没有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去办理。好，又来这套。借你钱。我告诉你，你这招对我不好使，我不可能喜欢上你。好吧，那我只能起诉离婚了。我还以为你跟那个渣男锁死了呢。哎呀，别废话了，挑几个面相好、身材棒的男大学生，明天送到最近下来。我也行。李之夏，你就这么饥渴是吧？李之夏，你就这么饥渴是吧？不是，你不会敲门的吗？我回自己家还需要敲门吗？行。怎么？来谈离婚条件呢？这女人要做什么自己啊？李之夏，同一个把戏玩这么多次，就有点招人烦了。我之前也跟你谈过恋爱，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我靠！你不会贪图我的美色才不跟我离婚吧？那我还不如去看一看。像我这样的美人，你都无动于衷，何况你是不行的。哎！不行！哎，你再动我一下，我就报警了。我操！我们两个之前睡过没？哎，陆少，今天怎么长这么个地方，娘们唧唧的。我来看看这里的男大学生都是什么货色呀？怎么样，还满意吗？还是夏夏你懂我呀？那当然了，毕竟强大招人嘛。这话我爱听。哎，我说你这执行集团发展到现在也不输我们家了。我这老姐姐还等着跟你强强联手呢，打算什么时候公布身份呀？那没到时候。你也不打算告诉你那宝贝陆承修了？我马上要离婚了嘛，还告诉他干啥？要离？你当初追他那架势要死要活的，怎么突然想通了？我告诉你，但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他呀，三年都不行。我这么青春靓丽，我所一辈子活寡。你别说了，妹妹，我懂，委屈你了啊。这样子，今晚啊，你是最轻松的，姐留给你。那我就谢谢姐姐了。来，你喝酒。来，喝酒。喂，小王八吗？老王八呢？于之夏，我们可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你居然敢这么叫爸爸，你妈
妈怎么教你的？哎呦，我听说你想回全新上班，呸！你想得美！我爸现在是董事长，全新姓王，是吗？哼，你这个废物，什么都做不好，追个男人也是我们几门生意。前几天路上还叫我转告我姐，她永远等我回来。于小姐，你没事吧？哎，你说在海城，是不是所有人都把我那个陆晨、秀可抹在一起，所有女孩各有一句？没有，在我这里不是。你是小弟弟吧？上车。我不。李之夏，你给我过来，我不想再说第二次。人家好怕呢，我们不理他。你要是敢走，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骨气呢。我想问一下你，你是不是有病啊？都说了离婚，哪有那么多以后？于之夏，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注意的话，那我告诉你，真的很烦。开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幼稚。于小姐，你还想跟陆总有以后？姐，短期内肯定要有以后啊。财产分割、房屋过户，还有什么离婚冷静期，这都要有以后的。哎呦，又是这一套啊！这回倒是新鲜，离婚协议都写出来了。这于之夏的脸皮可真够厚的，为了让你多看他一眼，三十六计轮番上阵，哼，白费力气。你刚刚那态度呀，他恐怕又要在家里哭了。等着吧，一会儿呀就哭着给你打电话喽。你先给看，醒醒。好看吗？没姐姐好看。不对呀，这都十二点多了，怎么还不给你？哎，要不要叫救护车啊？又是这套把戏。哎，你这是？回公司吗，陆总？回家。那你是需要关心。姐姐不再多喝几杯啊？哎，不了，我明天还有赚钱的大事要忙呢。下次啊，下次一定。下次记得找我。行，我送你出去吧。好。陆总。夫人看样子又喝闷酒，猜到了。夫人一直低着头，还是在偷偷哭呢吗？肯定是啊。夫人果然是吃醋了。我就说，夫人那么爱您，怎么舍得说离婚的？姐姐，下次记得找我。啊，哦，好好不是说下次吗？你怎么又回来了呀？哎呦，哎，拉我起来！哎呀，嗯，知道错了。对，早知道不让你走了，姐姐后悔了呢。姐姐，晨晨，对不起。成成成，你是在叫我吗？嗯，对呀，你突然怎么有点熟悉呀？啊，哎呀，好冷啊！哎呀，弟弟练的蛮好的，最怕弟弟。喂！啊！啊！
你在干什么？不行不行，这声音，晨晨，你可千万不要用这种声音跟我说话啊！我害怕，我听着太不舒服。于之夏，这就是你的新套路是吧？套路？什么套？要新的套啊！我们家没有。你家为什么没有？那是因为我老公不行啊。我老公他不行，他又不行，他下面没有。啊！哎呦，晨晨，你怎么在这儿？嗯，那可别这么吵。什么？什么叫怎么是我？不是我，这里还有别人是吧？对啊，就是吧？记得把离婚协议签了。不过你怎么不按大门带上？于之夏，不得不承认，你这两天的招数确实很吸引。假意装醉，看我没上钩，再提离婚协议。你是想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吗？你就不怕玩脱了？把离婚协议拿过来，给我就签。真的？我去洗个脸，进进进。陆总，今晚就签，夫人又夺火哭了吧？他也就这点出息，我都预见到结局了。夫人呀、啊，又得像之前似的冲出来把协议给撕毁了。老太太其实挺喜欢于小姐这样的孙媳妇的。过两天啊，老太太大寿，还千叮咛万嘱咐要你们两个一起回去呢。不可能一起回去，今天必须把这个协议签了。老人的招式越来越多。陆总，要我说啊，这夫人真是爱你爱到骨子里了。这连尊严都不要，你说这一回一回的想办法找事情，不就是为了让您多在乎他一点吗？一会儿又得大哭一场，难搞哦。什么情况？穿线了，这是？哎呀，云清，我给你唱两句做做戏。行，您不满意这个，换一点别的，我都可以满足。这夫人，夫人，夫人，来。夫人，都到这时候了还不收手呢？陆总待会儿真签了怎么办呢？您不知道这欲擒故纵重点在这个"擒"字上吗？你谁呀？啊？哦，你跟他一伙的。啊！就你们家陆总那个白月光，这不听说他马上要回来吗？我他妈坑地儿吗？你干嘛拦着我？不是不是不是，你是不是跟你们家陆总在警局呀？想当年你们家陆总追我，那架势，那决心，给我看了，陆董事长。不是，我是跟陆总都十几年了。是吗？那我考考你，我问你们陆总为什么结的婚，你知道吗？当初啊，您追陆总那个架势和决心，狗看了都得磕个头呢。后来您要寻死，陆总才答应结婚的。五性个鬼，我会追这种只能看不能用的渣男。签好了。我们赶紧找个好日子把证领了吧。哎，最近有什么离婚冷静期太麻烦了。于之夏，我告诉你，冷静期期间你要是想反悔的话没门。绝不反悔。你这离婚协议我有异议，
为什么我是净身出户啊？哦，这你就不明白了吧？请看 VCR。你给我说一遍，我说十遍都行。我怀孕了，陆少的。够吗？够了。陆总，陆总，是我，你怎么了？陆总，亲子鉴定的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你再说一遍，你肚子里到底是谁的孩子？陆总，别跟我废话。对不起，陆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自作主张，是我不懂事。还能改吗？是，只要还没领离婚证之前，离婚协议都可以改。估计不用改，等夫人看到这个视频啊，肯定开开心心的把协议给撕了。夫人就是吃醋，懒得跟他废话，把这视频发给他。是，等一会儿把亲子鉴定也发给他。还是陆总周到。一个多小时了，这夫人恐怕还没看到。查，给我查一只虾，现在在哪儿？这家伙，哎，这里了，小声点，还没公开呢。等我把这个声音过去，这脑袋上的扣终于被填平了。不过啊，为你一件事还挺担心啊。像我这么精致貌美的女人，顾城秋你的渣男却从来没有碰过我。不是，你别笑啊，我还记得我之前大姨妈的日子，这个月不是一个星期。我操，不是吧。天哪，方圆，你很懂。看不见我信息吗？不是，你干什么呀？大庭广众之下，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你忘了？我有什么义务要时刻看你的消息？离婚协议我有异议。你可是陆氏总裁耶，怎么签了还要反悔呀？哎，这是陆总吧？陆总居然在耍流氓？那就是陆总啊，他俩什么关系呀？渣男。喂，哎，不是，你什么？不是，哎，我，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什么？你不认字了？难道我是你妈？我是你。余之下也。居然不是你的孩子。好了，然后呢？然后呢？然后你不想说什么吗？啊，哦，那财产平分好了。陆总，我们赶紧去把手续办了吧，我忙呢。李之夏，你是不是忘了你结婚之前怎么跟我说的？莫春秀，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上了这条贼船你可别再想下了啊。余之夏，把你的嘴闭上。哪个之前？我确实忘了。哎呀，陆总，说实话，我们两个之间又没有感情，做本院夫妻挺没意思的，早离早舒服。再说了，你那心肝宝贝王老娘不是要回来了吗？我可不想跟你们配对中一环啊。
那好了，我把净身出户这一项给你划掉了，我们明天就去办理手续。嗯，办吧。你说的对，确实没什么情况。陆总爽快。陆总，我们以后见面啦，还是朋友啊。那我先走了。陆总，怎么没拦住夫人呢？算了，他说的对，确实没什么意思了。明天去把手续办了吧。余之夏妊娠八周，已经检测到胎心。余之夏怀了我们的孩子。八周是怀了多长时间？好像是两个月。想跟我玩点小跑，这女人我先去看看。原来如此。我就说夫人这几天怎么这么不对劲呢？当初您不回夫人消息，她都伤心的要绝食，这爱您爱的要死要活的，怎么可能想跟您离婚呢？想拿孩子来要挟我，真是可笑。陆总，现在怎么办？怀孕前三个月正是重要时期，得好好养胎。夫人她别理她，她既然敢这么厚，就应该想个后果。陆总，商场改建方案策划组这边跟您约了三点，咱们快过去吧。好、啊。爸爸，爸爸，我想要那个。李之香，我都要看看你把怀孕的把戏能玩到什么时候。陆总，陆总。于之夏，找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哎呀，别提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别熬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医院碰到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都怀孕两个多月了。哼，那你呢？老哥，老哥，我硬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儿，还好没怀孕。不然恐怕遭不住刚才那一击。哦，没怀啊？你说你们都结婚三年了，顾承修不会真的没碰过你吧？肯定没有啊，毕竟陆大总裁这位王偶然守身如玉。天，这种传奇的脸，我不高低给他立个正面牌坊。明天下午两点行吗？干什么？离婚呢，不然呢？都到这时候了，还嘴硬呢？神经！别动胎气！我动什么胎气？我动胎气！我是说夫人，她这么做无非就想叫您多理理她，您就顺着。哼，我顺她，看在孩子的份上。冰的，咖啡啊？不是，你想喝你自己买，你抢我咖啡干什么？不是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知道吗？你还喝这个？我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怎么，法律规定寡妇不能喝冰咖啡是吗？别动了胎气，看在孩子的份上。先别喝了。哎呀！填好之后，把离婚协议书一起给我。好，谢谢。哎，这个孩子归属这个问题怎么写？这不是你们自己商量的吗？那个不用写，你快点填吧，不赶时间。哼，你还真挺好的。
今天办不了啊！我身份证丢了。不是，你逗我呢？你不会是真舍不得跟我离婚吧？于之夏，我劝你有点自知之明，好吗？真丢了？没事，去那边申请一下临时身份证。我说，你要是真的舍不得我，笑话！我舍不得你，是奶奶。你奶奶怎么了？奶奶她过两天寿宴，她想叫你一起回去。这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离的，我照样去看你。看那孩子。哎，不是，你。你穿这么高跟的鞋跑步？不是，这是重点吗？陆承秀，我哎，不是，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不是，干什么？喂，开车。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离一半就跑了？我说了，奶奶的寿宴，才叫你回去。等寿宴办完了，我立刻跟你办手续。你这个时期能不能不要总盯着手机看啊？你比精神科挂的更长。那我也比蒙些死鸭子嘴硬正常多。陆总，难道你失恋了？反差这么大，你可以不去精神科，但我建议你去男科，说不定就能知道宝兰是因为你的不行。于之夏，我不行。你忘了当初是谁躲在我的身下，哭着喊着说受不了的吗？什么哭着喊着？爱片看多了吧？于之夏，你是不是都忘了你跟我说过什么了？我说什么了？你说我爱你。我老公真厉害，人家真的对你很在意。你不要不理我，你不要去找别人了。你想要什么姐姐，我都可以答应你。还有更羞耻的，要不要听话？现在还在这儿为我住手？你胡说什么呢？傻，还说这种话呢？好，你忘了我还保留你。不是，疼！哪里疼？没事吧？医院掉头，去医院。不会。谢。不行，不是，你干什么？哎呀，你放开我，放我下车！别闹了，孩子是无辜的。好，我知道了。现在想好准备坦白了。我没有想到你病得这么严重。哎，停车！哎！陆总，我劝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拜拜。他什么意思啊？陆总，您是不知道，当初我媳妇怀孕的时候，那脾气跟火药桶似的，又怪又暴躁。夫人呢，这是还生气啊？他凭什么生气啊？那咱现在回公司。跟上他，你待会换他，他还能装多久？你看，夫人这又低着头，脸色也不好。正伤心呢、陆承修一个大男人竟然自称自己是孩子，还说什么孩子是无辜的。真变态呀、我知道这狗男人3年前肯定给我丰厚的条件逼我嫁给他，
让我在别人面前很黯然的，为了掩饰自己脑子有病的事实。这女人疯了吧？这时候还想着喝酒，停车！老板，帮我把那个拿一下。来吧，稍微帮我看一点，我准备送给老人了。夫人原来是送给老太太的，我就说夫人肯定有分寸。那个也帮我帮一下吧。好的。陆总，陆总，夫人又买那款酒了。每次夫人想讨好您，都买那款。话可真多了。谢谢。于之相呀。你的歉意可真够无价。于师傅，好久不见。于小姐，哎呦，自从你买了这里房子，你可没回来几次呀。你男朋友一个人住在里面，看着挺孤单的。男朋友啊，他是我同事。好的好的，我懂。哦，对了，于师傅，我有件事想拜托一下你。你要是看到这个人出现在附近，你要及时告诉我。这小子能摸鬼一样的啊，他也是你同事吗？是不是和屋里那个不能见面呀？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要拦住这小子。行，拜拜。我觉得你比王婉婉好看一万倍。那有什么用呢？他还不是喜欢他，不喜欢我。那是他瞎。哎，我又不瞎，你要不看看我呗？离了？离了，离了一半。那他知道你住我这儿吗？你别这么八卦行不行？我跟你交代的任务呢？你跟我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会好好办了。你离开这三年，王健揽去了全新大半的业务。经过王健的不懈努力，成功让全新的产业规模缩减了30%。不够，让老李加给现在这些钱。行，明白。哎。你晚上想吃什么？你喂，顾总，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呀？我可以给你优惠呀。喂喂，哎呀，你看啊，这国外的知心大集团都来抢生意了，这咱顾家那边也都是余之下在联系，难办呐。小贱人，诚心不想让我们安生，还想着给他那个死鬼妈报仇啊！哼，他一废物还能翻得了天？我这就去给陆总发消息，让他好好教训教训这贱。对，一定让陈潇给他两大嘴巴子，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叫他去求着顾家重新和我们合作。这夫人，哎，都快十二点了，他居然还不回来。要不我给夫人拨个电话。快点吧。你说这大半夜的，夫人还怀着孕，你要不我……他以为有了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想用这招叫我管住他，可笑。那亮太姐姐，夫人可以亮，但是孩子亮不得。我这就去找。谁打电话呀？啊，广告推销的。哎，这么晚了，你老公都不来找找你？你别诽谤啊，你哪来的老公？没接。爹妈，这大半夜的。陆总应该是休息了，哎，明天不正好是老太太寿宴吗？咱跟陆总去说去。跟
于之夏毕竟是陆总的夫人。哎呀，爸爸爸，这算什么陆夫人呀、啊？你信不信，这婉婉姐一个电话就能让陆总直接休了那个姐？就是，程潇当年想娶的可是婉婉，你等着看吧啊！明天只要我一听婉婉的名字，程潇肯定就听我的话，信不信？哎呀，我老公可真帅呢，西装帅，头发帅，连领带都帅得让人神不附。你不有点担心我配不上你吗？陆总，不得不说，你这条领带好像个发霉的火腿肠。你说什么？不过说真的，你这个品味确实不咋地，怪不得那个小环暖虫呢，他长得就挺像火腿肠的。于之夏。你呀、啊，要是吃醋了，你就直说，别在这拐弯抹角的。哎，我吃哪门子醋啊？我就是感叹一下，奶奶这么好的基因，怎么到你这就基因突变了？不是，你干嘛呀？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啊？我有必要跟你汇报吗？这么晚了，还在外面鬼混。你不怕孩子的基因继续突变吗？你能不能不要总自称孩子啊？我不吓死啊！不，我不怎么了？时间快到了，快走。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管我！我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奶奶，然后把给她买的礼物送给她，不是来这儿听你质问我的。只是送奶奶的吗？不然呢？还有谁？哼，还在装傻。于之夏，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送给我，那我可就不收了。今天又没吃药。行行，你说你要也带着是吧？陆总，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于之夏，你真不记得这领带了是吗？粉色。哎，你别摘嘛，这是情侣啊。和谁情侣啊？今天全场就保洁大叔的领结是粉色的。这是跟我。你也是粉色。你就别脱了嘛，老公。这破领带有什么好气的？有什么好气？行，你忘了。回忆回忆。奶奶，我初吻竟然跟你这个变态！初吻？哼，又是什么新招式啊？怎么在这和我装这情侣是吧？天哪，你这什么虎狼之词啊！不准走，疯了！你说过的骚话还少吗？啊！再装就烦人了，怀着孕了还演竞争将军啊？穆少，老太太叫您出来接待贵客。知道了。你要是再讲，我就来真的。哎呦，大忙人，可算逮着你了！天哪，那不是女首富宗妍妍吗？听说她生性不爱交际啊，怎么也会来喝手？你看她那么热情的在给陆总招手呢。陆家面子可真大，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签啊？快点吧，给姐姐插个队吧。给姐姐插个队吧。什么？宗媛媛和于之夏合作？合作？合作什么？哎呦，陆总，你看，光顾着看你媳妇儿去了。我说，咱们的合作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就知道是在和陆总说话。于之夏那种废物，有什么资本能和宗媛媛说上话？你相信于之夏和宗媛媛能够合作，都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我先过去聊聊。去，快去。我劝你最好想想，待会儿怎么和我交代。交代什么？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孩子有权利知道。天哪，陆成秀真的疯了吧？为什么老是自称是孩子？到底是我撞了头还是他撞了头啊？你看见了没？程修对那个贱人连个正眼都不看。这么大的场合，这陆总连装都懒得装下，可见他对于之夏是多么的烦。李领导，宗媛媛，程修居然也认识他呀？待会儿叫程修帮我引荐一下，能拿到宗家的投资啊，那我们全新就能重新崛起了啊！这个可以啊。是这样，我先去替陆总啊教训教训这个于之夏。就当给陆总一个人情了。你没事吧？我不是。于之夏呀，你好大的胆呐，居然敢叫陆总当你的酒啊！你居然敢叫陆总当你的酒啊！早就听说陆夫人谁都不待见，果然。不过老太太过寿，这王家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王家人可不怕，陆总那可是真喜欢那个王婉婉，才不会为难他父母。哼，那有好戏看了。至于之下呀，又要出手了。于之下，你给我滚出来！赶紧跟陆总道歉。哎，陆总，您别误会，小勇是为了教训于之夏，不是冲撞您的。啊，程兄啊，程兄，你误会了，贱人，给我滚出来！你们要是再敢动他，我卸了你儿子一条腿。啊，不是啊，程兄，你说什么呢？跟我来，老太太，你看于之夏，夏夏是我的孙媳妇，谁要是和他过不去，那就是跟我老太婆过不去，跟我们陆家过不去。不，来人，这群闹事的给我丢出去。不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爸，我腿好像真的断了。这陆家到底怎么会伤着这个贱人？哎呀，我的儿啊，这可怎么办呢？吓死了吧。奶奶，谢谢你。傻孩子，还说这么见外的话呢，好些了吗？奶奶这几天啊，身体不大好，没能去看你。检查都做过没？嗯，都检查过了，没事。可奶奶还是不放心啊。奶奶在城南疗养院请了国际顶尖的医疗团队，等宴会结束了，让小修带你去住几天，再仔细检查检查。奶奶，其实我和陆总……好的，夏秀，我把夏夏的健康就交给你了。陆总，不是说好今天要去离婚的吗？先检查。不用，没有这个必要。千万别吵架，我老婆三个来月的时候就要多对宝宝表达爱意了，她已经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了。我看当然有这个必要，你需要，他更需要。老婆，陆总，这夫人怎么看起来呆呆的？我就随便一句话，他就不知所措了，就这样还想跟我玩新工作。夫人可真好哄，我媳妇儿说了，你要是觉得女人好哄，这归根结底就是她太爱你。省得让您为难，那您跟夫人这就算和好了，今晚不跟夫人一起回去。今天田少给过了，让他自己反省反省。哦，对了，你告诉他，最近注意点，别乱吃东西，早点睡觉。我订了顶级的燕窝，到时候你给他送过去。老婆。
哟，你老公都不下来送送你？打住，都不知道他今天发什么神经了。好你个于子夏，这样还敢托人是吧？我这就拍下来给陆总。不提他了。行，上车吧。你真要去？去待几天也好，最近总是感觉脑子昏昏沉沉的，去检查检查吧。你是想起来了什么吗？看着我。我是不是真的忘了什么呀？你能忘什么？我刚换的电话号码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啊，可能是因为王文马上就要回来了，陆承修那个王八蛋着急赶我走。对，就是这个样子。陈海市谁不知道你那个老公心里只有王文吗？陆总，我媳妇说了，这个月份容易腰酸，这个药是特别好用。啊，对了。疗养院那边啊，已经准备好了全套的孕妇保养疗程，不过按摩师只剩男的了。嗯，那这项就取消吧。安全了。陆总，我媳妇说这几天就能拍 B 超看到小孩子的形状了。能看见就能看见呗，你喊什么呀？陆总，我就是激动。陆总，您是独生子，这老陆总夫妇又走得早，老陆家多久都没有小孩子了。行了，行了，你闭嘴。陆总回消息没？婉婉。你这样啊，我给你改了机票，你明天就回来。这么想我呀？好，那我马上就回来了。那我们全新有救了。哎呀，陆夏，你给我等着。你怎么才来呢？我。喂喂，医生，医生。喂，别说话啊，保留体力。你没睡醒吧你？这里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你没事吧？还在这跟我装什么呢？好好好，等会给你安排医生看这该就跑的行吗？能讲到什么时候？欢迎欢迎，上次夫人推人信，给您和夫人准备的接风按摩已经就绪了。我们这的按摩师傅那是全国顶尖的，您两位都来放松放松吧。一会儿叫医生准备好。是按摩师傅吗？嗯。我最近腰有点酸，你帮我按按腰吧。怎么了？不舒服吗？师傅，你这手也太冰了吧！嗯，暖的。这还没到冬天呢，你的手就这么冰，你不会肾虚吧？啊，不好意思，我之前跟我妈学过中医，按完了以后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就照那个吃，不敢保证啊，到时候你肾还能再干十五年呢。我肾挺好。你这声音也挺虚的。小姐，您这挺开放啊，人家男人给你按摩你也愿意，你老公不会生气吗？你没老公，
那刚才和你一起进来那个帅哥不是你老公？不是，我怎么可能找那种人当老公？别跟我聊天，那就受不了。哎，师傅，哎，我怕痒，师傅，师傅，哎，别拿了，师傅。陆晨霄，你怎么在这儿？陆晨霄，我回来啦！下午上次在这儿，特意赶过来给你个惊喜。等等，夏夏，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像什么样子？晨霄，这么久没见，你也不能打个招呼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姐姐。晨霄，我就跟你说了吧，我妹妹很讨厌我的，她。陈星，我知道你喜欢他，你能够相信我一次，我真的没有为难他，我真的没有。陈星，行了，都别吵了，别哭。妹妹，妈妈的心我都很难过，可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也没有办法。谁让你踢我？啊！我不想看到你，滚！不是你要干什么呀？你也滚，变态！这在您给夫人按摩之前，我就跟您说过，现在这怀了孕的女人呢，脾气很不稳定的。她居然敢打我！不是。您这之前追王婉那么大声势，这虽然有隐情，但是夫人她不知道啊。刚才啊，她一定是看到王婉拉着你吃醋了。她打了我一个大巴掌啊！那我现在去把王婉送走，夫人兴许就消气了。等等，她竟然敢打我，就应该想打我。不是，夫人现在受不了一点惊吓啊，陆总，给我脸都打成这样了，他受点惊吓怎么了？啊？我问你，他能怎么样？他到底能怎么样？百度上说，轻则基因变异，重则直接流产。嗯，靠谱啊，这么严重？哎，算了算了，你是下记住了，这孩子就等生完再行动。快来接我吧。他们两个组团发神经。他刚才说什么？好像要走。哎，等会儿，刚才司机好像是个男的，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网约车司机男的，他正常吗？正常个屁呀、啊！无法无天了。刘兄，刘兄，你的脸还疼不疼啊？我好心疼啊！一个孕妇大半夜的上陌生男人的车，老张追！你是夏那个贱人怀孕了？不可能，她被车撞的那天，一人给我打过电话，绝对没怀孕。妈妈还是你厉害。我说那陆总怎么对于之夏跟别人不一样？原来是他骗陆总怀孕了。陆家九代单传，肯定很重视这个孩子。那个贱人还真会挑口说，这下有办法治他了。哎，婉婉，你刚回来不知道啊？这小贱人现在翅膀硬了呀，不帮我们挽回业务不说，还把你爸给拉黑了。哎，婉婉，你跟程修谈的怎么样？他能够我们这次吧？哎，还有还有，我们什么时候能跟宗媛媛见一面呢？是啊，那个知心集团像发了疯一样抢咱们的业务，咱们全新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不急，先把于之夏叫过来，让他跪着去求知心的老子。等把知心那边稳住了，我再叫程修，贱人扫地出门。那这样的话，
姐跟陆总就能在一起了，太好了！这回既解决了那个贱人，还盘活了咱们全星。告诉于之夏，他那个死鬼妈还有东西等，今天晚上要是不来取，就等着烧成灰吧。去王家。哟，你来了，陆主任。你前几天不是挺神气的吗？怎么今儿我一招手，你就跟个哈巴狗一样？我妈的东西呢？你妈那个蠢货的垃圾东西，那早就扔干净。我告诉你，她的东西留在我们家，我都怕沾上蠢气儿。儿子，儿子，妈，小贱人，看我撕了你！你这个不孝女啊！你敢动你娘家一个小石头，我打断你的腿！于之夏，你竟然瞒过人来闹事，信不信我手上的证据能让侄子立马和你离婚啊？你个好日子到头！我真的，现在知道怕晚了。你现在马上给小友跪下道歉！你给我砸！于之夏，你完了。我已经给程修打电话了，待会程修来了，你慢慢说去。哎，我说，你们巴结陆程修，还不巴结巴结我呀？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巴结你？我是知心的总裁，只要我想要，你们全心立刻得病。哎，于之夏，你是不是脑子坏了呀？之前幻想程修会看上你，现在开始幻想自己是跨国财团的总裁了。连程修都不敢说自己比知心的总裁有实力，你这跟你那个死鬼妈一样还丧。住手！程修，你总算来了。我都要被他打死了！谁叫你用这么大力的？啊？知不知道你现在贫血，还用这么大力，是不是又想晕过去？什么？不是，程修，你先把嘴闭上。闹脾气可以，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王婉婉，你不是有话对陆总说吗？那他来了，你们两个好好沟通沟通，到时候直接通知我办手续的时间就行。于之夏，求求你别追了，他都是骗你的，他根本就没有怀孕，真的，他真的没有怀孕。我知道你和于之夏有矛盾，但是你不能诅咒我的孩子。不是，我告诉你，我家九代单传，我很期待这个孩子，奶奶也很期待。王文文，求求，这个贱人到底给程修吃了什么迷魂汤？一定要找到证据。程修和陆贱人离婚了，陆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于之夏死，要于之夏死也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我明天就去找宗媛媛，凭着我和程修的关系，宗媛媛肯定是要给我面子，把那个宗家保镖出来招摇撞骗的于之夏捏死。怎么样？刚才怎么不让我进去？用不着。陆晨修去了吗？和他谈离婚了吗？没来得及，不过王婉婉说他有办法，应该快了吧。想不想离得更快一点？怎么说啊？和我谈恋爱，公开的那种。得了吧，男人没一个好的。假的，假装恋爱。你说陆总肯定受不了自己的老婆在外面跟别人谈恋爱，
这还不得赶紧火速离婚？这倒是个办法，那怎么假装？过两天陆家有一个慈善拍卖会，你跟我一块去。你行。这车怎么回事？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逗我玩呢？这是？这不是回家的路。难道这是要回娘家？不对啊，这也不是回家的路。夫人还有第二个家。你吃什么？哎，这也没了。这小子，哎，非业主不能进。兄弟，就十分钟进去送东西。那也不行，我要为业主的安全负责。老周，跟我进去。是马上开完会了，这事要被媒体拍到，您跟保安起冲突，董事会那几个老家伙恐怕要作妖了。不好，你想想，这夫人都没跟您提离婚，说明什么？说明这事情有进展呢。他怕您真离，不敢提这茬了。说明您之前设定的方向是对的。谅解不？不是陆总，您不跟保安起冲突，咱也不能来翻墙吧？废话，这有监控。你看我刚买的洗脸试衣好看吗？你一天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做？哦，对不起，你不要生我气好不好？哼，还带着这件睡衣呢，嘴装的倒挺硬。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家，陆总的。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哎，这么巧，你在哪儿玩？啊，那个，我还有事，改天再聊啊。陆晨霄，现在跟我在这装深情，哼，晚了。这一次，我绝对不可能把夏夏再让给你。敢拉黑我？孩子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生长环境，你那地方不行。我给你十块钱，你去挂个号，看看脑子吧。明天拍卖会多准备几家媒体。好，您是想带王婉婉出席晚会？啊，这重要的场合一般都是您夫妻两个一起出席的呀。给予之下，不给他点眼色看，还真以为你没得救。我就说，王婉婉一回来，还有于之下什么事？这种场合，王婉婉站在陆夫人的位置上，这不相当于官宣了吗？哎，磕死我了！哇，那不是陆总表弟吗？真帅呀！哎，我听说他不是还追过王婉婉吗？哇，那今天有修罗场看了呀！王婉婉可真是好命，被两个顶级高富帅这么追。果然，程修对那个贱人一点都不在意，他只是担心那个不存在的孩子。他还是爱我。于之想，等我拿到证据。
小杨，你怎么也来了？不过今天重要人物太多了，我可能没时间陪。离我远点！我怕赶来到时候，你又疯狂说我在背后追求你。小杨，我知道你还在怪我，当年我不告而别，实在是我的不对。你不会还在生气吧？苏远，哟，远哥，我表弟。认识，现在可是知星的大股东，跟陆总一样年轻有为。哎，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差个夫人了，要不我给苏总介绍一个。好，夫人。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场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哦。你女朋友啊？嗨，夏夏，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和程修不是还没离婚呢吗？是这样吗？我还没有离婚呀。那你怎么在这？女朋友？那天晚上你在和他打电话？是啊。那天晚上是他接的。对呀、啊，怎么了？李志向，你再说一遍，你是谁女朋友？陆总，陆总，什么事儿？等到开麦会结束之后再说啊。嗯，很好。哎，你看刚陆总那个表情，像是要杀人的样子。很恐怖。他当时跟王婉婉吃烛光晚餐的时候，我都没说什么。好、啊，不错，陆总看着。好啊，于之夏，你还不反抗啊？好，非要找死。程修，程修，你的手，疼不疼啊？服务员，把这个杯子拿给那个男的，告诉他手再不拿开，下场和这个杯子一样。等等，跟那个女的说，让她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她想让自己的孩子刚出生就被人家流氓。去。是。记住了吗？好，我肯定办好。这是陆夫人自己的意思。你可千万千万要记住，要不然陆总可是要生气。贱人，又用同样的方法逼着苏阳和你谈恋爱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就送你一份大礼，让你好好认清楚，即使你假怀孕，在那两个男人跟前也狗屁不是。你说什么？那女的说不想听，让你回来你就回来了，她亲口说的。是。不是你有告诉她我生气了吗？是我，我陆成修要跟她说话，你跟她说了吗？说过了。你去告诉她，再这样演下去的话，这婚非离不可，叫她别后悔。行。哎，麻烦你去告诉陆总，让他别白费功夫了，夏夏根本不行。来了，于之夏，我的礼物你可要接好啊！本次拍卖会压轴拍品，很特别的拍品。这次拍品就是和于之夏小姐共进晚餐的机会，起拍价10块，开始。我去，这于之夏脸皮可真够厚。以为自己是万人迷，香饽饽吗？就是，谁会想花钱跟他吃饭？10块钱我也不爱。这于之夏还真没点皮数，以为自己是王婉婉。看着吧，待会儿没一个人举牌子就黄掉了。又搞这种幼稚的把戏。哎，你等一下出个价，可千万别让我下不了台啊。
不知道小姐，你好像对自己的认知不够清晰啊。100万，苏总他被挟持了吧？肯定是，你看于之夏还跟他眨眼睛呢。不是，你也癫了？那100万还不直接给我呢？我乐意。1000万。1000万一次。2000万。1亿。铁哥，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迟来的深情，比草都清贱？于之夏，这就是你找的废物。大恭喜陆总！这不可能啊！疯了，或者就一定是疯了？哎，不对，他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难道是为了避税？他又不时地把王婉婉推上风口浪尖，就拿我做挡箭牌，哈，一定是这样。这个狗屁，不是，拜托，你变态，这是女厕所。你刚才看见我了，跑什么呀？慢慢会结束了，总是很正常。什么叫跑？走，往哪儿走？跟苏阳说，于是这样，我告诉你，那我逼你做的，也要我的底线。底线？这就是底线？大门不能跑到女厕所。我花钱买了你一顿晚饭吃，我现在就要吃。不是陆总，你这口味也太独特了。现在的吃在厕所。要不你管。苏阳，来得真好。这你干什么呀？给我远点，给我上楼。老公，你怎么了？现在头部都流血了都。没事。不是，这我可不很疼。那我帮你上火了。对呀，没事吧？李之夏，你的老公在这儿呢。陆总，外面还有冰块要塞。那大人，他妈放开走！哎，陆总，你这人干什么？你半夜的给谁动动这个孩子？你说什么？贱人，等着贾怀孕的事曝光吧。说什么？贱人。等着贾怀孕的事曝光了。夏夏，老子给我拿枪，你敢动手？李志祥，杜医生，快给我去医院，快办个事，都他妈让开！医生，快，这孕妇怀着孕。好，你先放下去。你别着急，夫人她一定会没事的。没什么大事，你血糖。万幸啊，你看这林都担心夫人家。谁让他肚子里是我的主呢？没有孩子的话，我才不紧张。他没事吧？孩子呢？孩子？陆夫人没怀孕啊。什么？你说什么？这是夫人的体检报告，可以确定的是根本没有怀孕。你说她没有怀孕？是，陆总，
不过您先别急，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夫人之前车祸的时候脑子里留下的这个血肿已经有消散的迹象了，也就是说夫人的后遗症可能快要好了。什么车祸？他出过什么后遗症？这是夫人上回车祸的时候的出诊病历。陈兄，肚子好痛啊！怎么看到这个狗男人心也这么痛？这些片段是什么？别哭了，再把身体哭坏了怎么办？我妈，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也离开了我，我知道这段时间很煎熬，辛苦你了，之夏。你要是想哭的话，你就放开哭吧，我陪着你，别怕，我一直陪着你。你是夏兰？骗我！我去，这个狗男人，我高兴就要家暴啊！看来刚才脑子里那段画面属于是科幻片。哎呀，救命啊！我怎么会幻想出这种脏东西？这！你不解释。我解释什么？我骗你什么了？你解释什么？根本就没怀孕，你天天把我当傻子玩是吧？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我对你担惊受怕的样子？你感觉很开心是吧？不是，等一下，我什么时候骗你了？于之夏，你还不承认当初你扔下检查单说你怀孕两个月的事儿，你都忘了吗？算了。反正你也不会承认的。孕检报告。我去，同名还同岁，幸好他怀了我没怀。这种稀奇的事很少见，拿过去给彭云看一下。原来这狗男人一直以为怀孕的人是我，所以才一直来纠缠我的。哎，还是被你发现了。那什么时候离婚呀？要不现在？你就这么想和我离婚是吧？嗯，你听清楚了，我说的是离婚，不是分手。我知道啊。要不这样，我明天九点吧，我等一下还有点事儿呢。嗯，那。那你骗我，你得净身出户。行，那我们现在签离婚协议呗。兰花那套别墅呢，是我们分钱买的，那个就不参与分。其他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明天我叫律师给你发一个。我告诉你，你只要签了单，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嗯，必须的，谁反悔，谁是孙子。哟，这么快就弄馅了，被扫地出门了吧？净身出户哎！哎呦，我是知青的总裁，哎呦，我明天就能让你们全新立马关门。你怎么了？你倒是快点啊！都说你去找宗媛媛了，真可惜，你在那边辛辛苦苦等了一天，人家都没答应。这贱人怎么知道？那个老女人狗眼看人低，我不屑于跟她说话。对了，等下次再见面，你可要叫我一声陆夫人了。拜拜。穷鬼。哎，别着急嘛，等我离完婚，我给你们家一份大礼，就当我给你和那个狗男人随份子了。你还挺准时的，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快点吧，我还要赶时间呢，等一下苏阳还来接我。半年冷静期，半年后没有意义了再过来。于之夏，我希望你这半年的时间最好不要来烦我。
等这时间到了，我会叫人通知你在哪里。所以，喂喂，我跟你说话呢，喂。李呢？李呢？行，那就庆祝庆祝去。可以啊，一包你定。李志夏，我们的婚现在还没离完呢，在外人的眼里看来还是陆太太，你当着外人的面和其他的男人走在一起合适吗？陆晨秀，马路这么宽，合着我只能走你身边呗。我要是财神也有的。闪开，今天我们不见。李夏，天冷，我告诉你，这半年的期间你要继续履行陆太太，包括带回现金，远离心怀不轨的男人。你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婚房，不准对我大喊大叫等等。如果你违反了规定，亦或者是走漏了离婚的消息，影响陆氏陆家，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别想过了。陆晨旭，你也太可恶了吧！你拿不离婚来威胁我？那你就别签了，我看你就是不想跟我离。行，我签，别看了。这个协议从明天开始起效，我不想看了，离我远一点。夫人虽然签的挺快，但是她总算还是签了，这说明夫人心里其实还是有您的。这还用你说呀？啊？这女人这招以退为进用得好啊，怕我揪着她假怀孕的事情不放，所以和我假提离婚。但又不想真和我离，所以这协议签的是毫不犹豫。陆总，我看着怎么有点不太像那么回事。你别废话，从明天开始又要被那女人缠着不放了。今天啊，我得先放松放松，享受一下最后的仪式。烦啊！哎，陆总，哎，你这别被谁下降头了吧？这是，等等我你。夏夏，其实你可以完全不用离婚。别说了，我不能跟他离婚这件事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诅咒。哎，对了，今天晚上我和圆圆把那个项目给谈了，这半年我只能在家里修仙了，剩下事情不都交给你。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用不了半年。像陆成秀这个狗男人，过不了几天就会遭报应。我要是丧偶的话，还能继承陆氏一大半财产呢。我跟你们说啊，这婚是真难。哎，你说于之夏那人怎么就不死心呢？这，嚯，姓于的可真是块狗皮膏药。嗯，修哥。我叫罗了，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赶紧让姓于的知难而退吧。你说什么？我没说要叫王老板。陈香。哦，弯弯姐来了。弯姐，这下好了，你又和修哥走上正轨了。真是，我还记得当初姓于的站在楼顶叫咱们修哥去救他。哎，我记得那一天修哥好像向婉婉姐求婚的吧？是啊，要不说于之夏歹毒。哎呀，你们都别说了，最近啊公司事情特别多，所以程兄呢就心情不好。来，程兄，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好好放松一下，我跟你喝。程兄，别怪我这么心急，我是怕于之夏那贱人贼心不死。于之夏现在在干嘛？哎，在家哭呢吧？我喝了这一杯酒，他肯定略有不一样。这公司真叫人烦躁。哎呀呀，我的妈呀！来，坐坐。哎呀，来，上床。哎呀，宗总已经走了，不用担心了。哎，不能饿还喝这么多，你在这先休息啊，我去找医生给你拿点解酒药啊。别乱跑啊！
这么快啊？嗯，什么解酒药？这味道怎么那么熟悉啊？头好痛，那谁呀？嗯，于之夏，是你吗？于之夏，弟弟要不错嘛。什么弟弟的事？是哪个弟弟啊？哪个弟弟？不行，只要不是那个狗男人都可以。反正我已经离婚了。离婚了？嗯。你也离婚了？嗯。我也。嗯。不对啊，你他妈就是于之夏，你怎么在这儿？不行，我不要了。你好像那个狗男人，你才这种感觉我才打分手炮。夏夏，换人，换人。我苏阳，救命，绑架了！夏夏，警察要来了。都这时候了，还有空想着别的男人呢？程秋，你在哪儿？程秋，苏雅，你怎么在这儿？你问我，我还想问你。这，出去。你干嘛？苏雅，你太热了。那我们换一个凉快点的地方。嗯，不行，头好痛。聊完我就想走了。跑不了，没门。为什么跟他睡一觉？怎么想起来？该说不说，你这个小子长得挺好看的。财产都分割完了，我们俩离婚也不能白睡你吧？你在干什么？我在房间门口捡了1000块钱，我准备进来还给这个房间的主人。谁知道你光着身子躺在这儿？你这个男人也太不守人了。你看看，这还不明显吗？啊，于之夏，你强迫民男一只，硬要跟我翻云覆雨的。哎呦我去，我现在腰还疼着呢。哎，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前夫，你脑子得赶紧挂急诊看看了，总是拖会拖出问题的，好吧？昨天晚上明明是你走错房间。行，放开我。我这个人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就当被猪咬了。这件事情赶紧翻篇。哎，你等等，我走错房间。于之夏，你这要在这儿约会别的男人是吧？我说狗男人怎么会来这儿？原来和王婉婉约好了呀，脏东西！哎，那边的房间是谁的呀？不好意思，这是客人的隐私。老板，那是知心老总的房间。知心老总？嗯，男的女的？老总嘛，当然是男的。
于之夏，你昨晚要和那个男人在这里开房？不可能吧？那女人怎么会看上别的男人？老张，去给我查一下知行的老总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不舒服啊？我没事。你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啊？我真的好担心你啊！我说了我没事，那我问什么问啊？烦死了！程修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我不能再等了，我自己去找知行老总。只要是个男人，我就不信他能开口拒绝我投怀送抱。等我拿下了知行老总，于之夏那个贱必须死。陆总，查到了。我刚跟知行负责人通过电话，知行老总确实是男的。多大了？于之夏姐，那女人昨天一直在喊弟弟弟弟的，这他妈的是在喊知行的小子。这还没查到，知行总裁一直很神秘，从不轻易露脸，好像只有身边亲近的人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喂。你昨天是不是要和知行那小子睡了？哼，对，怎么了？打扰你和王婉婉了是吧？现在去和他睡呗。要不要来婚房？婚床给你们睡个够。不是你老跟我扯什么王婉婉啊？不用，舍不得我说你心上人一句是吧？行，我不骂可以，但是昨晚我被你糟蹋这事儿，你给我把嘴巴闭紧了。我怕走漏风声，我的大总裁误会。于之夏，你他妈！怎么都成我的错了？给我查查知行的小子现在在哪儿？我要当着他们面质问清楚。是。陆总，他现在在您和夫人的婚房。让人备车。你们在这等着。修哥哥的日程，天哪，我好爱他！老天，你让我嫁给他，我宣布你给我前半生的苦难一笔勾销了！妈呀，这谁写的？内容晚期了吧？你就别这么说了吧。修哥哥好爱我哟，他今天居然给我煮了一碗白粥。这是毒素用脑了吧？建议你和修哥哥一起火化得了。这狗男女不知羞耻，这肯定是王老板在家朗读给陆晨修的时候落在这儿。啊！别跑！谁跑了？你见鬼了？人呢？啊！拿走。别放在我这儿，我嫌晦气。什么东西？我好爱呀！哎呀，别腻了，别脏了我的出去，滚滚滚滚滚滚！什么呀？人呢？没人。出去！这不是一直下的笔记吗？还真是我吗？不对，你不是来捉奸的吗？给我查所有录音的。我买到的消息说是知行总裁现在就在。贱人，你还敢出现？喂，小道消息，知行总裁叫于之夏，知行集团是于之夏的父亲。不可能，不可能啊！陆总说那个知行总裁长什么样子？哎，没个目标真不好找。就20多岁男的，你别废话了，把那周围所有男的全抓回来就行了。搞错了，性别你对不上。老总是男的，看来我情报有误。
的妹妹怎么可能嘛？那不成了无脑爽文了？行了，我再去打听打听。姐，刚才差点就高看了你这个废物，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和程修离婚了还住在程修家？我知道了，你没有地方住是不是？哎呦，可怜死了妹妹，这没了陆夫人的头衔，真是连垃圾都不如啊！哎，于总，你不是说要让我们全心关门吗？你现在啊，还是先担心担心后半辈子的生活吧，啊？等不及了，行，马上啊，我这就叫人。吓你！程修，他骂我。滚！嗯，你说什么？我叫你滚，是你自己滚还是我叫人帮你滚？那小子人呢？前天泡梅约城，今天继续呗。你们两个在我的婚房里，挺会玩啊。啊，你是我的大总裁呀，他可比你会玩多了。我叫他来就是为了补上自己的。补上？哎。今天被猪可怜什么了，你买卖场那一千块钱就给亏了呢。陆总，查到执行总裁动向了。好，我现在就去把那小子抓出来，我看看他到底有多邪。林之夏，您最好别被我发现您干了些什么事情，否则的话就得好看。行啊，我也去把你白月光一家你骨灰给他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好看。刚才收到情报，执行总裁要亲自去关全新的大门。走。你赶紧哎，姐，怎么样了？执行老总怎么说？于之夏那小贱人呢？我听说程修已经把他扫地出门了。得抓紧把他踩死了，不然这贱丫头老想着给他妈报仇，搞得人心里头膈应。哎，婉婉呐，可不能再拖了，咱们全心马上就要撑不下去了。就是啊，急什么？知心的老总呢，是一定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你们就等着看那贱人的下场吧。谁跟你说我喜欢你这种？怎么样，你来得快吧？说关门就关门，贱人。你还敢来？我们再说人家跨国集团的总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跑来我们跟前装？哟，玉之夏还没装过瘾呢，都追到我们全星来了。行，我今天呢就坐在这等着，等你给我扔进去。来呀，玉总，别客气。讨钱的倒见过，讨打的还真是第一次见。来呀。还不快满足王大小姐！放开我！啊！放开我！啊！这厉害了！于之夏，你这个贱人，竟然骗到我头上来了！上次执行总裁打你的脸！看清楚了，全星500米内，王家鱼狗不得入内。你难道他真的是总裁？执行难道是小贱人？难道是小贱人的妈留给他的私产？王健，王健，你醒醒，你说话呀！我不是。做了人呢、啊，早知道于之夏说的是真的，我们早该对他好好的，让他回归咱们的家庭。老王，你说话呀！求求你来了，我要被于之夏欺负死了。执行老总在里面。于之夏，他说他就是，不对，他们肯定有奸情。人在里面吗？先保说这在里面。程修，
夏夏，你外公的字最近练得越发的好了。妈妈，你见到外公了吗？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我好想你们。你们过得还好吗？怎么了？那小子欺负你了？说话呀，他怎么你了？不会是你想半个死不赖被他拒绝了吧？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满脑子是黄色废料吗？那就是被我猜对了。哎，他藏哪儿了？交出来吧，我们聊聊。你可别用那个眼神看着我，这名字你发的。你们到底怎么了？哎，我说，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前天晚上和我睡了，而且还是你主动睡的？谁主动的？我都没看清楚是谁。没看清楚是谁，你就扒人裤子！没想到，没想到你现在这么饥渴，是吗？是啊，毕竟某些人压根就满足不了我。我大好的青春怎么可能被你守活寡？说真的，我都有点同情王了，这么多年连个好的都没吃。于志夏，哎，你别对我大叫啊！我小时候被狗咬过，有阴影。停车，下去。这地方不好打车。别跟我拖延时间，下去。陆总，外面马上下雨。别废话。魏千星，于之夏今天这么反常，故意抱着我不让我走，肯定是被知心的小子拖延时间打压。现在就回去，立刻。是。我怎么会抱着他哭呢？刚才见到他，我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不是，我这是怎么了？你这个臭小子！还真是稳定发挥啊，这会儿应该是去接王婉了吧？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陆总，这雨越下越大了，刚才我们可没给夫人留伞呢。陆丞相，吃白痴啊！夏夏，把伞拿着。夏夏，夏夏，苏阳这个废物，敢当着我的面不报一日下的恩仇，先报说知心那小子去万豪酒店开房了。我现在
好啊，在全行一直下负责拖延时间演习，知心那小子很快就到酒店开好房间等着那女人，真是好寂寞啊。苏阳啊苏阳啊，你还真是个废物，我以为你起码能在于之夏面前说上两句话呢，没想到你就是于之夏和知心的小子的阻隔。你先去洗澡，我去给你们换洗的衣服，你在这儿乖乖等我。行，谢谢啊。都别动！今天谁要是敢动老子废了，谁藏起来就是。出来吧！啊，你想不出吗？哈利波特会隐身是吧？这样，你把他叫出来，我跟他聊聊。我保证不打他还不行吗？我终于知道你跟文玩为什么碰到一起。你们两个大聪明，这智商加起来，这话真的。你少皮，快把他叫出来！这什么味道？什么什么味道？别转移话题行吗？没有闹啊，味道不对呀、啊。喂，门打开。哎，没事吧？嗓子。谁呀？医生，不是说他心脏起飞了，怎么还醒不来？你到底行不行？不行，我换人了。我已经知道是王汉勇做的，就在楼下把脖子卸干净了才好。陈兄，我弟弟只是一时糊涂想教训教训于之夏，没想到这么抓了你。闭嘴！陈兄，顾成秀，你有没有人性啊？自己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谈情说爱的，留着夏夏一个人在房间里，醒了都没有人跟我说。不是，我才出去一分钟。别说了，我知道是你救了我，我会给你送个锦旗的。但是现在，请你出去。我出去。你就这么谢我是吧？我们之前怎么签的协议啊？你已经违约了很多次了，今天我再加一条。于之夏，从今天开始，你只允许在我视线内活动。你但凡消失一次，我就算你违约一次。你违约一次，我们的离婚期限就往后延一年。不是你疯了吧你？怎么？你上厕所，我也得在你旁边看着。你跟王婉婉勾起。我在旁边看着是吗？是，你就得在我身边，我就等着知心的选择。老张，哎，收拾东西。
带于之夏回去。怎么，还不联系你那大总裁过来救你啊？正在路上了，你别急。哦，对了，你要不要去洗漱洗漱呀？你这蓬头垢面的，我怕你等下看到我的大总裁自卑。我看你啊，全身上下就是嘴最硬，也不知道当初谁说我是你肉身最帅的。这种话也只有你自己才能说得出口吧？还嘴硬？来，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修哥哥日常。于之夏，你说你怎么能写这么多肉麻的话呢？傻逼才会写这种东西，知道？你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呀？没用哦，我只会觉得你跟王老板有病哦，修哥哥。我看你都忘了，我们今天就一张一张的来复盘，我节选几段给你的大总裁看看。今天修哥哥穿的好帅哦，黑色西装穿上像禁欲系的男生，但是只有我知道他一点都不禁欲，他在床上像一只野兽。这段不能给你的大总裁看看，下面属于付费的。那这个啊，修哥哥送我的戒指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戒指，我一定要把它埋在花园里的，到时候我再拿出。你幼不幼稚啊？哎，不是，哎，来了一个，我今天就看看这里到底有没有你的戒指。你不应该在这个花园里头找，你应该在王婉婉花园里头找。谁有这些人想气我？那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进不去别的男人。于之夏，我们停战好吗？我到底怎么了？心跳为什么这么快？还有，脑子那些该死的画面到底是什么？这回应该算是彻底和好了吧？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去备车，老张。去王家。是。老王，你怎么又脑补了？叔叔，你干嘛？他是我弟弟啊，舅舅。他是你弟弟。他下毒，差点吃下，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于之夏先欺骗我们再劫的。他就是真心的总裁。真相，难道这些年我们的情谊你都忘了吗？我和你有什么情谊啊？当初跟你说的好好的。我需要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所以我才大张旗鼓地追你。事成之后，给全兴注资，送你出国读书，完事儿我们就算两清。当时你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可是这些年，王婉婉，你要再这么说下去，要遭殃的就不光是你弟弟了。是的。老张，看住他们，别让他们再出现在于之夏的面前。是。这女人很美睡，之前怎么没发现有于之夏等着的感觉这么好？哒哒哒。公公公。谁不知道陆少的老婆是个大舔狗呀？当初死缠烂打才嫁给陆少的。没错。你是于之夏的丈夫吗？于之夏出了车祸，情况很危急。什么？关你屁事！
了。于总，什么吩咐？帮我挂个号，我再详细检查检查。啊，你了解我就行，不要告诉苏阳。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开门啊？要不是怕你裸睡，我早就叫人把门踢开了。来，你去哪儿啊？我去哪见什么人？我有必要跟你汇报吗？哼，又要拿协议来威胁我是吧？算了，陆总，我们法庭见。又去找执行那小子是吧？备车，跟上雨之下。你是说你脑子里面老有陌生的画面出现？嗯，也正常，失忆也是车祸后遗症的一种，那些陌生画面都是你过去真实经历的事情，至于你脑子具体什么情况还得去做个 CT 看看。真实发生过的？那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失忆了？对。你有没有其他的病例？月经几号？怀孕了没有？不可能怀的，不会怀的。拿这个试纸去测一下，这是流程。你先帮我拿一下，等我一下。哥们儿，坐我这车的呀？不是，是专车。啊，专车。哎，刚才那个是你领导吗？是啊，看不出来吧？那小温可是跨国集团的大总裁。你说什么？今天也没吃什么呀。不是吧，不是吧，一次就中了，怎么办呀？不行，先去问问医生失忆的事情，再来想怀孕的事情。怎么，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我，于之夏，你猜猜我知道了什么？什么？不是吧，怀孕这事我也才刚知道，你比我还先知道。还跟我装呢？啊？执行总裁。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这些。谁给你的胆子说话？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一只下雨。亲爷爷，我根本不想让这狗男人知道我怀孕啊！不行，我得想个法子。你别动，这个不是我的，是别人，我帮他卖给医生的。于之夏，真的，真不是我的，我现在就去找他。也就是你的，你别污蔑我啊！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嘛，是吧？不可能是我的。这就是你的，于之夏，你不就是想让我丢人？你同一个把戏玩我两次，你是不是当我傻缺？你去死！你少废话，给我解释清楚。执行总裁到底怎么回事？你少拿假怀孕的把戏来给我转移话题，听到了没有？二十三号在吗？副诊，安妮，过来过来，到你了。天哪，护士怎么这个时候走过来了？得把这狗男人赶紧弄走。对啊，我就是执行的总裁。你骗我？是啊，我是骗你，我骗你装出轨，骗你装跟别男人有一腿，就是为了想跟你早点离婚。你说什么？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我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不用了，你还没有听明白吗？陆承修，我想跟你离婚，然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你认真的？
是的，我非常的认真。哎呀，你别说，你快走吧，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你。快走，快走！我说子杰，你可千万别骂我，给这狗男人一点反应时间。再也不见。哎，叫你半天了，快点进去吧。哦哦，好的好的。他好像哭了，是我看错了吧？医生，试纸显示我怀孕了。好，那个脑部检查暂时不做了。这孩子，哦，你这体质怀孕简直是奇迹啊！恭喜你啊，回去好好养胎。这孩子得留下，但是狗男人能扔，去父留子。好的，就这么决定。啊！很好，陆成秀，你最好一辈子也别过。宝宝，你乖一点，千万不要被那个狗爹发现了。哎，说好了再也不见，还是亲自回来收拾行李。于之夏，你以为这次我还会惯着你继续做噩梦吗？南湾已经帮你收拾出来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过去？待会再说吧。全新的收购合同已经准备好了吗？叫他们把东西准备好，一个小时之后开会。全新之前被王家那些东西戳的漏洞，要尽快补回来。行，知道了。哦，对了，思思，王家人失踪了。什么意思？他们之前被全新赶出去之后，全家窝在一个出租屋里。但是昨晚咱们等人回来报告说，陆总前几天去过一次，之后王家人便失踪了。陆成旭还真是深情，都到这种时候了，还护着他的白月光。那咱们怎么办？找。王健和李春梅逼死我吧，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这么算的。行，知道了。怎么了，夏夏？你脸色看起来有点差，是不太舒服吗？嗯，没事儿，我待会儿去趟医院。素阳，你帮我把会开了吧。好。那我先去准备准备。奶奶情况怎么样？电话里说是已经稳定了，幸亏发现的及时，还是老毛病。家里的医生那怎么搞的？老太太说最近状态不错，所以叫医生回去休息几天。胡闹！来了吗？那是于之夏吗？啊，哪儿？眼睛要是不用的话，去捐了。医生，我头很晕，现在忽冷忽热的，孩子不会有事吧？你这贫血呀、啊！我给你开点孕妇能吃的药，去拿吧。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过来。嗯，好，谢谢。夫人，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可是妇产科，不会是上肢误诊了？夫人真的有了吗？怎么可能？按他那种性格，要是有了，早就把单子拍我脸上。你说也是。那您说，夫人现在在干什么呢？看看。嗯、我们今天刚好有那个孕妇讲堂，你老公来了吗？叫他去听听。我单身。哦，那你更要去听听了。我们会讲孕妇如果一个人在家遇到危险该怎么自救。走，我带你过去。你就坐这儿吧。谢谢。陆总，你说夫人听这么认真，她会不会就真的装的还挺认真？不是说再也不见了吗？不还是偷偷跟到医院来，还假装听课呢？门口是谁？我想去那个外科，走错地方了，不好意思啊。哦，外科前面左转。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你们。
咱们继续。他们怎么在这儿？看看你之下那个样子啊，他知道我来医院了，我就知道。知道什么？他知道我过来医院了，所以他跟踪我，他在故意演给我看。这样吗？那要不我去夫人面前打个招呼，让他知道你让他演戏了。你干嘛？别打了，说好了再也不见的，我看他能演到什么程度。快点去。陆晨笑。哎，我要和你离婚，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谁跟我说的这些话呀？你少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要不是你把王家人都给我藏起来了，我才不会来找你。我才不会要找你。哎，不找我他怎么出现在我面前啊？哎，有些人啊，就是说好诚信，有的时候把自己都给骗了。天哪，这是谁的裸照啊？原来是王老板的裸照。于之下，公众场合你能不能有点素质？素质？你这个婚内出轨，保护自己的白月光，害得发妻家破人亡的狗男人，你还有脸跟我谈素质啊？没想到啊，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居然做这种事儿。可怜他老婆还怀着孕，这种人就应该遭天谴。渣男，你怎么还跟孕妇吵架呢？你有没有人性啊你？唉，有麻烦喽！你老婆自己一个人上孕妇科也就算了，你怎么还跟她吵架？你不知道孕妇前三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吗？我当然知道，但这只是真孕妇科有啊。于总，我知道你有钱有势，没想到你连公立医院的护士都能收买。好，你继续，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天哪，我之前真的喜欢过这个白痴吗？孩子不会遗传这个白痴基因吧？哎呀，陆总，这个。没事，反正今天也要在医院待着，想干什么我奉陪。这人还真是，没事没事，就让他陪着吧，后面还有什么流程要走的？还有孕妇护理，你跟我走吧。孕妇前三月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补品，会增加孕妇肠胃负担的。哎，你这说的不完全啊，那也是要看个人体质的，像于之下这种严重贫血的他就得补，那不然的话，就算孩子长得好，孕妇本人早晚也会被孩子耗干。哦，你研究过？孕妇宝典，我在手机上都刷到满级了。哎，于之夏，我说你以后找演员能不能找个专业？没想到这个狗男人做男人负分，做爸爸倒勉强及格。我说陆总，你下次能不能也找个专业的医生治脑子啊？说不过，就开始人身攻击。于总，你这也没什么品嘛。陆总，不好了，老太太情况突然不好了。怎么样了？哦，刚才机器坏了，乱报警，没什么大事儿。嗯。夏夏，你怎么来了？哎呀，我这都是老毛病了，他搞这么大阵仗，小秀可真不懂事儿。哎，夏夏呀。你现在可是怀着身子的人，受不得惊吓呀。陆晨秀，你是怎么办事儿的？啊，走了。你怎么把夏夏叫过来了？这万一要是传染病气给他怎么办？又不是我叫他来的。还顶嘴，狗东西，活该被训。夏夏，你看小秀他这样我也不放心嘛。这样吧，你们俩呀都搬回老宅来，在我眼皮子底下呀我才能睡得安生。奶奶，不用了，就这么定了啊！叫你心里乐观。不是，你刚刚怎么不拒绝呢？你觉得你的拒绝有用吗？当初奶奶逼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都没反抗成功，更别说了，她现在还以为你怀着我的孩子。我逼你结婚？不是，大哥。人自恋也要有一个度，好吗？行了，我没空跟你折腾这些。王老板他们人呢？什么意思？你别装了，你要是再护着你的白月光，别怪我不客气。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王汉勇我已经送到公安局了，投毒这件事情够他判半辈子。王健和李春梅我还没来得及处理。处理？
你还舍得处理他们呀？人家可是你心上人的爸妈呢。他们住哪儿？把地址给我，马上。我说了，我不是。哎，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我吃你的醋，你这是属于一孕傻三年吧？于之夏，我告诉你啊，你假怀孕这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啊，别作天作地的，我可不会管着。转移话题不告诉我王婉婉的下落是吧？行，陆承秀，你当我没办法了是吧？白痴，你等着吧。就这午睡，你们结婚时候的东西啊都在，我已经叫人打扫过了，早点休息吧啊！哎，奶奶，谁先洗？喂，还站着干嘛呢？去一个花瓶，脑袋空空。啊，你说什么？今天我睡床上，你睡沙发，咱们清水饭。程秀，你要是不在我身边，我怎么能睡得着呢？李之夏，这句话你跟我说了3800遍，现在在我这装矜持。好，今天我睡沙发就睡沙发，但是我警告你，你半夜别偷偷躺到我的身边，不然我可不能确定我干出什么事儿来。喂，你睡没呢？装睡呢吧？行，你就演吧啊！谁能有你会演啊？今年奥斯卡的影帝非得颁给你不可。现在你满意了吗？啊！你逼着我娶你，逼着我把万万送走。李之夏，现在满意了？没有，大兄，我以为你有一点喜欢我。你有什么值得我喜欢？这就受不了了，我会让你慢慢的知道什么叫悔过的苦。那些陌生的画面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你失去的那一部分记忆。难道真的是我逼他结的婚？不是，这为什么呀？狗男，你要是不想结你就别结呀！你要是以死相逼，奶奶还能不听你的话？你就是看上我的能力，半推半就娶了我，又当又立，装什么身不由己？不是说不让你过来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没什么，是你逼我搬进来的，又逼我和你睡一间房。啊？这才刚开始，以后啊，你就会慢慢知道什么叫做不得。这词听着有点耳熟，是怎么回事？疯了吧，是吧？放开我，渣男！门都往外下地狱去吧！放开我，你简直去死吧！又来什么？放开我！我小点声，要不然被他听到了。放开我！你们在干什么呢？这么大动静！没事儿。奶奶，救我！他打我！天气有点冷。别玩凉水啊！李妈，放盆热水，让他俩进去好好玩玩吧。奶奶，你误会了。嗯，行吧，误会误会。臭小子，你悠着点。你要是伤了夏夏，我打断你的腿。知道了。你还傻站着干嘛？进来呀、啊！李之夏，你还真是敬业啊，还记着孕妇不能怕冷。奶奶要不在。别装了，白痴白痴白痴，不要跟白痴计较，不然会被傻气传染的。水里有脏东西，我不怕。哎，脏东西，
这水是我刚刚放的。哎，你说的脏东西不会是我吧？于之夏，你给我回来！夏夏，过来，我刚想来找你，你现在可不能泡澡了。这是胡大夫，是我们家的老医生了，你来让他给你把把脉。不用了吧？那怎么行啊？那小秀的妈妈怀他的时候也是交给胡大夫保的胎，你乖了，交给他我才放心啊。好吧。这孩子怎么了？孩子有什么问题啊？哎呀，你别吓我，你快说啊，到底怎么了？别急了，别急，老太太，这孩子很好，脉象平稳有力，只是时间不是三个月，是一个月啊。什么？这不可能吧？试试。一个月没问题。这西医也太不靠谱了，居然能看差两个月。胡大夫啊，还好有你在，我这就叫人去抓药。别着急，别着急，老太太，少夫人胎儿的事就交给我吧。嗯。少夫人，干嘛呢？少爷，你来的这么好，夫人正是头一个月的关键时期，有许多注意事项，我还交代你。头一个月注意事项。没想到啊，你这浓眉大眼的也能被他收买。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孕妇的这些事情啊，我现在已经了如指掌，只可惜没有用武之地。学过了那就好，那我就先走。少夫人，以后有什么不舒服了随时叫。于总，没想到啊，挺有本事，连我家二十年的家庭医生现在都能来通了。还行吧，毕竟奶奶现在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也就是些小钱的事情，奶奶的健康最重要。那我看过段时间你肚子还大不起来，我可解释。大不了我跟别人再怀一个呗，男人这种东西啊都是。你说什么？你敢？哎，你谁啊？陆先生吗？您夫人订的情侣房尾款还没付，我们联系不到他，只能打给您了。什么情侣房？什么情侣房？360度江景水床房，包含女仆、女警、空姐三个 cosplay 场景的 VVVIP 房间。于之夏订的，是谁？您夫人说是为了庆祝两位三周年结婚纪念日，也就是明天。哎呀，我们是不是破坏惊喜了？对不起，陆先生。啊，下次注意啊！啊，对了，那个钱付过去了啊，那个还能升级吗？现在啊，升级了，好好的，那就这样，嗯。于之夏，于之夏，咱们已经招了三个人。前几天故意要吵架，就是为了三周年的惊喜。真幼稚啊！夏夏，你这反应也太厉害了，我去看看胡大夫那药好好了没有。我说你至于这么拼命吗？演的连我都快信了。你以为奶奶跟你一样脑子缺根筋啊？人家跟你演得像一点。行行行，你是大聪明。哎，请问大聪明今天有什么安排啊？准备找你白月光一家老巢，磨刀霍霍，替天行道。好好的一个孙子，偏偏长了这张嘴。夏夏，奶奶今天啊要拜托你一件事儿，正好你们俩一块儿去。我不去。这大喜的日子别逼着我神娘。夏夏，商场里边啊新到了一批限量版包包，你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顺便啊帮奶奶也拿一只，都记他账上啊。好，奶奶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你满意的啊。好好好好，快跟紧，我在。这个包你要买哪件？这边是今年的秀款，那边是设计师定制款，全都要。对了，你们这边卖房吗？江景别墅，给我来十套，记他账上。都听他的，全都包起来，你接着来，我今天就陪你玩。还说要离婚，
看你离婚警察找我这种没有生意人钱的老哥。你又怎么了？看上什么了？买买好。好耳熟啊。哎，陈秀，等等。今天是我们第一个纪念日，你看喜欢吗？你的纪念日有什么恐怖的？把这给我包起来。一周年就是这条，三周年又没这条。于之夏，你求和的方式还真是单调啊。柜子里放着一条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呢。我又没说送给你。不送给我，他能送给谁呀、啊？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谢谢你收留我，这几天就麻烦了。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小修。来，洋洋家里啊装修，这段时间要住在这里，正好啊，你们兄弟俩好久也没见面了，住在一起热闹热闹。奶奶，您现在需要静养，您去住我城南的别墅里，可以吗？弟弟，不了，我就想在这里陪奶奶。不好意思，不方便。奶奶，您房间不是个小隔间吗？你让素阳和奶奶一个房间，你说什么呢？没有啊，我去奶奶房间，你和你弟弟啊一块住。行，就这么定了。夏夏，奶奶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走，叫人搬行李去。奶奶，我也来帮忙搬行李。素阳想跟于之夏讨结婚，马上我就会叫你明白什么叫自取其辱。我这个傻孙子呀，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着？什么日子啊？奶奶，你要去复查吗？床。接着住。哦，对了，今天的日子啊，确实有点特殊。夏夏，一会儿还得麻烦你陪我出去一趟。素阳，你还真是个小丑啊！今天是我和于之夏的结婚纪念日，他能陪你去，他还等着给我惊喜呢。行，没事没事。袖子弄脏了。表哥，你这是不满意我和嫂子出门吗？抱歉啊。你抱什么歉啊？关他什么事啊？我这不是怕表哥他不开心吗？这个桌子上没有他新间介绍的人，他肯定不高兴了。走吧。奶奶，我有点事出去一下，您慢慢吃啊。奶奶，表哥，嫂子叫我，我也先走了。妈的死绿茶。王健找到了，目前人在医院，因为心梗导致他变成了植物人。他一向挺爱干净的，非常干净。李春梅也已经找到了，但是他被高利贷的人逼着跳江了。那他临死前知道是我找人给他借的高利贷吗？知道，我跟他讲。那就行。王汉勇被警察抓了，那王婉文呢？目前人没找到，看样子是有人在帮他逃跑。陆总考虑的还挺周全的。哎，对了，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为什么和陆纯秀结婚？他这么喜欢王婉婉，他为什么要娶我？讲过。因为什么？那因为当时的新闻。陆氏内部动荡，这跟我跟他结婚有什么关系？陆氏的董事会当时用王婉婉来威胁陆纯秀，陆纯秀为了保护王婉婉，所以找你结婚当了挡箭牌，最后陆纯秀为了保护王婉婉，让他远离战场，就把他送出了国。拿我当挡箭牌，我就这么同意了？我是个傻缺吗？恋爱脑呗。哎，你说你啊，喜欢他？这不可能，这简直是危言耸听。哎呦，还危言耸听？但你在这等我，我去看一下。人呢？跑这么快？于之夏，我劝你快点给我接电话。
夏夏，你问我，于之夏不是跟你在一起吗？难道刚才那辆车不是？老张，刚才那辆车有问题，叫上陆家所有人走，快！头好痛，谁在吵？于总，又见面了。王婉婉，没想到吧？你是不是以为你马上就要把我抓住了？于之夏，当初你就是这么逼着程修娶你的，一切从你那场该死的婚礼之后都变了。现在你又要跳楼了，你说程修还会不会来救你啊？啊，逼他娶我吗？哦，程修，我帮你回忆回忆。别动我那里，那里受不了。婉婉，你看我刚买的洗脸水好看吗？你一天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做？啊，对不起，你不要生我气好不好？老公，你怎么了？天哪，头发都流血了都。没事。不是啊，怎么可能很疼？哎呀，老公不受苦。我好像都想起来了，我好像都想起来了。妈，求求你了，不要离开！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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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们尽力了。哎，于之夏，于之夏，星星，星星，喂，于之夏，我知道失去母亲很痛苦，于之夏，很小的时候，我也因为一场意外英雄的失去了我的母亲，我知道这很痛苦，但是我希望你能坚持一下，或许明天它就不一样了呢。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号码，只管打给我就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妈妈好像抱着他的时候，我就感受不到痛苦了。修哥哥，来看看我的手。哎，修哥哥约定我们必须结婚，你说什么都没用。婚期就在下个月，陆晨晓，夏夏这么好的姑娘，你要是错过了，我立马跳江。妈妈，我好像伤害到修哥哥了，但是妈妈，我想自私一回，只要和他在一起，我的心才不会这么疼，我才能短暂忘掉你的离开。真的是我逼他结的婚，他也是真的不爱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讨厌，原来你喜欢的是王婉婉，我不该逼你跟我结婚。你知道就好。你笑什么？你以为程旭还会来救你吗？你做梦！我当然不会这么以为，毕竟是我逼他娶我的。于之夏，你说什么？对，你说的很对，谁会爱你这种贱人啊？知星集团的名字就是你名字的缩写，我早该想到。知星，知夏，于之夏，虽然你现在表面，老公不爱你啊，他爱的人是我。你心疼不疼？啊！王文文，你说这些话，你不怕遭雷劈吗？别过来，陆成修，你原来从来都不会正眼瞧他一眼的，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你先放开他，你有什么条件，你说，我全都答应你。你别动于之夏。我问你话呢，你真的喜欢于之夏吗？我是喜欢他，我爱他。以前是我忽略了他，那只是因为他逼我结婚，我不适应而已。闭嘴！不信，你不是说你爱他吗？那你昨天掉下去，你替他去死，你就放了他。好，
我答应你，但是如果跳下去你不放了，我的人都在外面，大不了我们三个一起死。你干什么？你疯了吗？你给我回来！我是疯了，我不知道你的恋爱脑什么时候跑到我的身上，把我正好的人。陆小小，我选择跳啊，你是不是喜欢他？陆小小，不是，你是个狗男人，不是，谁让你去死的？走，你给我回来！少夫人，陆晨晓，不是，您别这么激动，您还怀着孕呢。少夫人，陆晨晓呢？他人呢？他没事吧？我带你去看看他。陆晨晓，你醒醒！陆晨晓，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昨天你跳楼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离不开你。你不是最喜欢小孩吗？你醒醒好不好？你醒了，我就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真的怀孕了。你不是最喜欢小孩了吗？那是我们的孩子，陆晨秀，他不能没有爸爸。你醒醒！你醒了，医生，医生！别哭了，我学过孕妇手册，你现在不能哭。没事吧？有事儿，讹上你了。等会儿出去，我们就复婚，我和半辈子，你得找。